的就要。你会写互通两个字吗？啊，没写，我只能写互。互通话意思。如果打。相互的。你听我说完，你别闹嘛！你听我说完，给我说。小该打一百盘，让我打五十，高度不用说了。小该是哪个？啊？打不了。你打个最大范围的来看看。你们像上次。上上就打那个，打那个什么？不用播了。打那个简练器吗？打那个简练器一样的，打那个一样。简练器一样会不会用？要啊。要哪样？